嗨，你好，我是徐老师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我的新家里面最喜欢的一间房间。那在我开始分享之前，你们有没有在家里边最喜欢的房间呢？请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。那我在家里最喜欢的一间房间是书房。书房。那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家的书房里面都有什么吧。让我们一起开始吧。那其实我现在正在坐着的房间就是书房啦，书房。我家的房子很小，所以书房的面积也很小。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书房里都有什么吧。首先，书房里最重要的就是书桌，这里就是书桌。我会在书桌上放一些办公用品，比如说这里是电脑，这样的是笔记本电脑。除了笔记本电脑，还有一种电脑是台式电脑，这里是电脑的充电线。除此之外，我的书桌上还放了日历，这里是日历。我的书桌上还做了一些书架，我在里边放了一些相关的书籍。因为我刚搬到这个新家不久，所以我的书架还没有放满。这里就是我的书桌。除了我的书桌之外，我还在书房里放了一个沙发。这里是书房里的沙发。我非常喜欢这个沙发，它平常可以当做沙发使用，也可以把它抽出来，这样它就会变成一张床。我觉得这个沙发床非常实用。在沙发床后面的墙上，我做了一片照片墙，我会在这里放上我的照片。在上面，我还做了一些柜子，这些柜子可以用来储物和收纳。在沙发床的对面，我还做了一些柜子，这些柜子是我的衣柜，我会把我四季穿的衣服分类整理到衣柜里。那这就是我的书房了。我们刚刚说过，我家的面积很小，所以书房也非常小。所以呢，我就在书房里做了很多的柜子，用来收纳和储物。我平常最喜欢的房间就是家里的书房，我会在书房里做很多事情。有的时候我会在书桌上办公，有的时候我会在桌子上拍视频。除此之外呢，因为书房里还有一张沙发床，所以在我的朋友来我家做客的时候，还可以把书房变成一间小卧室。我觉得书房是我的房子里面最实用的一个房间。那这些就是我关于我最喜欢的一个房间——书房的介绍了。听过我的介绍之后，你有没有想一想，你最喜欢的你家里边的房间是哪个房间呢？
是卧室、书房、客厅、餐厅，还是其他的房间呢？请你不要忘记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除此之外呢，也不要忘记和我介绍一下你最喜欢的房间里边都有什么样的家具吧。比如说，卧室里边有床，餐厅里边有餐桌等等。请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房间和房间里的布置吧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，再见。